What's up, dog？接着聊一聊这个回国话题。我们这些穷苦的中产阶级，回国一大难。机票事儿解决了啊，住的还没解决啊，改天再谈。今天谈谈这个送什么 gift 啊，礼物给这个国内的哥们儿、姐们儿。哎，家人那边好办啊，父母那边呢，送点保健品啊，这些什么维生素一系列。其实我上次回去想带点这个多种维生素啊，我说的不用啊，国内这种东西，啊，我是这个药剂师啊，这些国内国外都基本差不多啊，而且还挺重的啊，差不了几个钱啊，你如果意思意思也可以啊，你愿意箱子有地方啊，也不超重的话，买点带过去啊。但是呢，我觉着没有太大的出入啊，这些东西还有呢，就是说这个国内的像是这个先说这个父母那一辈儿啊，你买太贵的东西啊，有时呢父母都是这个穷苦出身啊过来的，这个价值观也不一样啊，除非是他们特别喜欢的东西啊，好些东西呢。你买特别贵，他还说：“哟，你别买贵了啊！”说好家伙，知道子女全在国外也不容易，对吧？当牛做马啊，虽然钱挣得不少，但是也是不容易，对吧？所以说呢，也不太好办啊。但是呢，心意到了就可以啊，就可以。所以说呢，这还是比较好办的。兄弟姐妹，也还可以啊。要说的其实就是那个，举个例子，像我这个。兄弟啊，就是说这个，国内现在基本什么都有啊，什么都有。就是，他想带这些比较近的亲，也别管兄弟了啊，比较近的这些啊，铁哥们也好，或者兄弟姐妹也好啊，是比方说上次啊，就这次我要回去嘛，说要我给带一个那个 MacBook Pro，后来一对比的价格，比美国还便宜，然后我就具体算一算，按照汇率啊，按照美国的。现在没有 on sale 啊，因为马上就要 Memorial Day 或者 summer 的时候啊，会有 sale，会有一个对学生的促销啊。如果你有学生证的话呢，还可以有促销。但是呢，像这种苹果电脑，一般在基本价格上面再便宜个200-300块钱啊，差不多了啊。所以说呢，我的哥们在这个国内一看啊，这价格也就如此了啊，差不多了。而且呢，千里迢迢的从美国这边带过去啊，也挺麻烦，所以说呢，我说电脑也甭带了，他已经在那买完了。我说嘿，好，买就买了吧，反正，这是属于这种性质啊，让你捎带一些，他想省钱的东西啊，这些你也不可能，送一个对吧？也不便宜了，上万了对吧？人民币，所以说呢，比较亲的比较这个，近的啊，这个朋友或者什么会让你。说捎带着那些，也许小孩需要鞋呀、衣服、品牌这些东西啊，你可以对比一下价格。但是还是我说的啊，国内现在这些什么拼多多啊，什么这些，都有促销啊。你如果找到了好机会啊，价格和美国这边相差不大啊，相差不大。所以说呢，这也好解决啊。然后呢，就是一些一般的朋友啊，这还算可以吧，就算。回去要见一见啊，你不好就是说空手回去吧，对吧？所以要买些东西。对我来讲呢，我今年呢就打定主意了啊，几个 idea 啊，以前有小孩嘛，小孩比较小，可以带点这个巧克力啊，什么开心果这些东西啊带回去，给小孩解解馋。现在小孩也大了，对吧？没有必要了，所以我们就是哥们儿聚一下，姐们儿聚一下，对吧？先说哥们儿这边啊，哥们儿喜欢什么？一般喜欢这玩意儿，那这玩意儿带不回去，连这个菜刀都实名制，你说这怎么带啊？所以说啊，这个开个玩笑啊。其实呢，买东西啊，其实有两个啊，一个是信息差啊，还有一个就是。价格差，其实呢，就是你中有我中有你啊，信息差和价格差之间，有时是独立的，有时是相互存在
啊，我先说这个，从这个信息差，举个例子，90年代啊，这个，中国这面大陆那面那个物资比较缺乏，我们回去呢就在一些这个，这面有什么专门有那华人商店卖一些这个回国带礼品的，就买一些，香水啊，写着外国名字，就是仿制的这些杂牌香水，啊，是法国的也好，什么也好，上面写着 toilet，你一翻是厕所是吧？其实是法语。Anyway，还有一些这个 T-shirt，我们当时说的文化衫啊，上面的标签都是 Made in USA 啊，打的就是一个信息差。我就是哎，拿着会给国内一些人啊说，哎，美国制造啊，对吧？这个他并不是，而且当时也没有什么网络，对吧？人的眼界也比较窄啊，并不知道这些牌子具体怎么回事，有的就听说过，听说没听说过。但是呢，Made in USA 对吧？一件 T-shirt 当时是10块钱3件儿啊，挺便宜的，对吧？现在我不知道还有没有10块钱3件儿。你这些东西现在也没法送啊，也送不出去，嗯，这个所以说呢，这条路基本上就取消了。当时还有什么深海鱼油啊，这些东西啊都可以买。现在你去 Costco 这些东西全能买到啊，我们中产阶级的大本营啊。这个所以说呢，这些店我估计也不行啊。所以说呢，你想回去打这个信息差啊，基本上是实现不了了，不能用了，因为国内的眼界也开了，也有钱了，对吧？他们追求的真正的一些名牌啊，你只写一个 Made in USA 啊是没有用，所以说呢，这是信息差一方面，还有一个呢就是价格差啊，从价格差那边走啊，价格差那边走呢，就是说，你可以买一些这个，他在那面啊，在国内那面价格也挺高啊，在这面呢你也负担得起啊，在那面呢。他不太舍得啊，掏钱啊，去经常买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所以说呢，你可以用这个，这是一个，其实就是一个价格的啊，就是说他一看你送东西，哦，这价格还可以啊，价格还可以，他还挺高兴啊，对吧？而且是这个牌子也好，什么东西也好，他也可以查一查，他也知道啊，所以说呢，从这个价格上，等于是你送的这东西啊，有分量啊，有价值。对吧？所以说呢，这是一个方向啊，一个 idea。所以说呢，再回来啊，说这个从价格方面啊来说的东西啊，不是从这个信息方面啊，先说哥们儿啊，哥们儿这方面呢，我就说，我准备啊，这回送什么呢？哎，这看见 cigar 啊，我以前送过，是买一盒送的啊。cigar 的东西呢，中国烟民不少啊，但是我认为啊，这个经常抽 cigar 的人啊还是不多啊，因为这个 cigar 就雪茄吧，啊，雪茄这个价格也不菲啊，而且呢，一个是价格方面，这就其实就是你中有我，信息差和价格的方面，就是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一个是那边呢我想啊，大多数人啊，也许对 cigar 不太了解，我对这个也不太了解，对吧？如果你知道对方对 cigar 特别有了解，所以你要送的时候呢。就要小心一点啊！但是呢，如果你知道对方啊，也不经常抽 cigar 啊，没什么了解，那就好办啊。所以说呢，就从这儿下手啊。这是一个这个 catalog 啊，他经常给我寄，因为我以前回国送礼买过这个啊，他经常给我送啊。在网上呢，他们都有网站啊，就是 Mike cigar，其实有几个大的啊，还有一个叫 cigar international，还有一个叫什么？你网上一搜啊，就出来了，你就去找啊，这个有 catalog 啊，你从就是邮寄啊，你从网上下单。他给你寄到家里，这东西好处是什么呢？它不重啊，这很轻的烟草这东西啊，你送个一包啊，这个拿出去你拿出手啊，拿出手那边对方看着像哥们儿啊，说一看，哎呦挺新鲜，因为这东西哟一看对吧，心里都有数对吧？这国内一颗最便宜的 cigar 多少钱，他也有数对吧？所以说呢，牌子不牌子啊，你也不了解，他也不了解，但是呢，还是啊，这个价值在那里啊，这东西。这个呢，就是说选择比较多啊，选择比较多。你如果对 cigar 了解的话呢，你可以就是说对哪个牌子下手。如果没有了解的话呢，它其实这里面呢有这个叫 sampler 啊，就是 sampler 就是一盒啊，一包里面有10根5根啊，不同的品牌啊，不同品牌，然后呢包在一起啊，价格还可以。我看一般是有贵的，有便宜的啊，有贵的有便宜的，20多块钱5根的，还有这个上百块钱的都有，大包的、小包的，你这里吗？你看，这是
5个27块钱啊，这个10个51块钱啊，价格都不错，4、5块钱一根儿，是吧？对，你看，上网都可以查到啊，查到。所以说呢，我觉着啊，这个 cigar 啊，对于哥们儿来讲啊，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你可以送，送洋酒啊，待会儿咱再说啊。cigar 啊，这是一个不错的选择。还有呢，就是说他有时候有非常好的 deal 啊，像以前，我现在也许我经常啊，很长时间也没有买这个。像以前，你看这个 cigar 送一个这个 cigar 的盒子，你看多好啊！这个 cigar 连你买这个 sample 或者买 cigar，他送你这个。这盒子看着非常棒啊，cigar 盒子，我以前有一个啊，送我哥们儿啊，那个是比较小一点儿，这个比较好，我自个儿留着啊。cigar 盒子里面带这个加湿的和 humidifier 啊，加湿的东西。有时候呢，因为上次我买应该还有打火机啊，就那种 torch 那种打火机啊，还有这个 cutter 啊，都一套的。你可以去网站上面搜一搜啊，看有没有好的 deal，你可以买一套啊，然后说一块送啊，就显得更这个。气派啊，送的东西，对吧？还有呢，就是说这个，正好我这手里有一个这个东西啊，什么打火机啊，Zippo，你说 Zippo 哪都有啊，但是呢，Made in USA 是吧？Made in USA 啊，这是美国制造，这一个东西也不贵啊，差不多10块20块吧，对吧？啊，你可以拿去送人啊，嘿，拿送人，你不要买的 Made in China 啊，那就没什么意思。啊，这个 Made in USA 啊，这个 Made in USA 的价值就比这个10块钱三件的 T 恤啊，这个 Made in USA 的价值要高得多啊，也拿得出手啊，对方拿着啊，这个感觉都会不错啊，送的人感觉不错，拿的人呢啊也会开心啊，他抽烟的人呢，对吧？Anyway，还有呢，准备的也是啊，这个我就准备在这个。回国的时候呢，在这个机场免税店买点这个香烟准备买几条这个中华买几根中华送给哥们儿就完了啊。然后呢，就是这个主要对哥们儿来讲都抽烟嘛，他们我是不抽烟送给他们就行了啊，送给他们就行。就是一个是这种cigar 找一些这个合适的价格的看是有没有好的 deal。是一个选择啊，这是真正的 cigar。还有一个啊，还有一个我特别现在喜欢的，就是这个美国的平谷大众的这种 cigar 小雪茄像这种，你去一般的这个卖酒的那些酒店里面都有卖的都有卖的。这些大众品牌就是纯粹的大众品牌大众品牌。我特别喜欢这两种一盒是5根儿，然后呢，味道不同你看这是巧克力味儿的，这是这个应该是 strawberry 这个草莓味儿，特别的香，好闻巧克力味儿和草莓味儿都特别重而且这个气味味道特别好，味道特别好，里面的包装也不错，你看都是单粒儿的单颗的包装里面单颗包装，一盒是5根儿说个事儿上次我买来也没插个包我一打开，应该一盒5根儿，我打开一看，里面4根儿，不知道怎么装的。美国人不太会数数装数少装了一根儿，没开过封一看4根儿，哎呦，it happens，所以说呢，这个哥们儿的事儿就解决了买个几条一个机票可以买2条中华，对吧？我们这儿买个7、8条买个中华就是一人送一条中华对吧？我再买个10盒这种小雪茄一人给来2盒，一样口味来一盒，给他们尝尝玩都挺高兴，对吧？然后呢，如果这个雪茄呢，你认为想买雪茄好呢，有好 deal 呢，你可以买这个雪茄，对吧？还有这个打火机这种 Zippos。Made in USA 不要买中国制造。Alright，然后呢，再说说这个解闷这方面的解闷这方面呢，我就让我老婆那边办了，因为这个女眷嘛也许这个你可以去这个奥特莱斯Outlet 买点这个 Coach 包一系列的。我一直我对这个 Outlet 的这种名牌包我不太感冒因为我认为那些专卖店的包并不是它。真正的这专卖店的包它的质量
质量没问题啊，但是我认为它的款式啊，这些东西呢，没有正经的专卖店啊要独特要好啊。所以说，但是啊，牌子在哪里摆着，对吧？它那价钱也在那里，你拿回国送给这个女眷们啊，姐妹们啊，因为也拿得出手啊，拿得出手。因为现在马上就要到这个 Memorial Day 了啊，这个Outlet 也会有，马上就有大的 sale，你可以去那里看一看。但是呢，对于我来讲呢，最简单直接的方法啊，这个，我们今年不准备买包什么的，因为每年回去都送包嘛，估计他们也使不完啊。怎么办呢？啊，就去这个机场的免税店啊，免税店买一些化妆品啊，买些化妆品也不用在这里面打箱子带，特别麻烦。下了飞机啊，去的机场免税店买些香水啊、化妆品之类的啊。这个我准备做一下攻略，看看哪个牌子，价钱什么比较好啊，然后从那里下手，简单方便。啊，而且价钱也不贵啊，你买小瓶香水也没有多少钱，对吧？哎，也送不出手，这就哥们儿啊、姐们儿啊都解决了啊。还有一个刚才要说的啊，我说这个关于酒的问题啊，酒也是啊，我那哥们儿想买一些这个 Scottish 啊，我前面推荐过 Scottish，向他推荐过 Scottish single malt whisky 啊，就那种丹麦芽的这种 whisky 啊，这个苏格兰的威士忌。他一直想喝，他说：“哎，这回你给我带一瓶回来。”可是上网上一查价格，这价格和国内基本上一样啊，基本上一样，没有什么必要带，而且还也挺重的东西啊，打在箱子里，再撒在箱子里面。所以说呢，这个基本上是从这边美国这边打箱里带的，选择基本上是选项是没有了啊。但是呢，我可以去啊，留个心眼，我可以还去中国那边下了飞机啊，看看免税店啊，价格怎么样？如果觉得特别便宜的话呢，哎，也可以从免税店啊买，直接带回去，这样就方便得多了啊。所以说呢，很多东西呢能准备的啊，在这边啊稍微准备一下啊，就我准备的就是轻啊，好带啊，然后是这个价格啊也算可以啊，国内也比较承认这些东西啊，这些东西，然后其他的呢啊我都甩到这免税店啊，去免税店来解决。